马律师回来了，宋总在吗？在，这会儿正好没客人。哎，宋总，邵奎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。辛苦，请坐。哎，怎么不休息一天？啊，昨天晚上我睡得挺好。 宋总，这是给你带的礼物。谢谢。其实这个倒霉官司能够被你打赢，就是给我的最大的礼物了。打这种国际官司，真亏得有你这个海归博士做法律顾问，否则被莫名其妙的罚掉5亿日元不说，败坏公司声誉，影响我们的上市计划，损失可就大了。这次能够成功，日本那边的律师也帮了不少忙，而且。 收的费用也挺合理的，我听孟总说了，这点小钱该花。嗯，对了，宋总，来的前一天，我终于打听到了是谁出卖的我们。谁？飞龙集团，他们也在操作去纽约上市。我说呢，我们的产品又不卖到日本，东野公司怎么知道我们在仿造？原来是飞龙搞的鬼。 他们这个污染大王也想上市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这个情报很重要，现在我知道是谁在给我掰手腕了。等我们的 SPV 一到位，飞龙就死定了。怎么样，老妈？我看看。哎呀，好看！哎，样子也好，颜色也稳重，穿这个出庭啊，保证有说服力啊。不错是吧？好，那就买下来吧。好啊。 多少钱？我看看。哎，要3000准备啊？噔噔噔噔，5000块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店呢？哈哈，看把你吓的，老妈，我才不买呢。哎，冯浩，来来来，你要真喜欢的话，妈就给你买下来吧。啊，咱们买，咱们买。哎呀，本律师啊，才不当啃老族呢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今年之内我肯定自己买下这套衣服，同时还奉送了妈一套。 好，那妈就等着你，孝敬我了。等着吧。宋总，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听说你回国这段时间一直在租房子住。是的，我尚未加入房奴行列。那我打算送你一套房子。不，宋总，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。我回国之后，你聘请我为英资集团的法律顾问，还为了我的律师事务所。 在这栋楼里租了办公室，我不能再接受你的馈赠了。就算是你替我打赢官司的奖励，这总行了吧？好，我接受。谢谢宋总。我就喜欢这样，不玩虚的。哎，这边还有好多店呢。老妈，嗯，我想在正式上班前去一个地方。好啊，想去哪儿啊？你答应过我的。 我就知道你又说话不算数，不是不算数，是现在不到时候了。怎么不到时候啊？我都毕业了，上班了，我当然应该去看看我爸了。你爸他知道的啊。他怎么知道啊？我要亲口告诉他。哎呀，现在不行啊。现在怎么不行了？妈，你不讲理啊！你要再这么说下去的话，那你就是不懂事了。对，我就是不懂事，我长这么大我都没去看过我爸。 我要懂事，我能拖到今天吗？冯寇，妈跟你说啊，我不是不想让你去看他，我是觉得应该找一个有意义的日子，你比如说，哎，你结婚的日子啊，或者是你当妈的日子啊，对吧？你这算什么条件啊？我要一辈子不结婚，一辈子不生孩子呢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来来，看看这家店。 浩，嗯，吃吧。妈，嗯，从小到大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疑团。我怀疑我到底有没有爸爸？你当然有爸爸了，你怎么能没爸爸呢？你爸叫陈志成，他是个烈士，现在还埋在南寇港。
他不是我爸爸，他只是你嘴里的一段故事，只是这张模糊的黑白照片。如果他真是我爸爸，为什么我没有去过爷爷奶奶家？为什么你不让我到他的墓前，给他拔拔草、扫扫墓，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？他真是我爸爸吗？ 妈，你没有权利让我蒙在鼓里。其实我很早就怀疑自己的身世了，我一直都没有说那是因为我怕你难受。可我现在，我现在博士都已经毕业了，我不再是小孩子了，我有权利知道我的身世，知道我从哪里来的。 你要真想知道的话，妈就跟你说实话。当年我跟你爸并没有结婚，他牺牲了，同情我的公社干部，怕咱们母女两个遭人白眼，就悄悄的给我开了一个结婚证明。后来我就带你回城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不愿意让你再去南寇港，就是怕知情的老百姓。 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说闲话，未婚先孕就那么可怕吗？让你把这个秘密保守到今天，我知道你现在没法理解，可我们那一代人呢，就是封建保守。妈真的希望。 你能够理解这一切。粉寇从小就被一个谜萦绕着，时光流逝，藏在这张黑白照片后面的谜团也在逐渐长大。他知道，有一天他将用行动来揭开谜底，而不是靠无休止的追问。那天你突然离场啊，我就觉得挺奇怪的。后来孟远打电话给我，我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 你说小圆这孩子，怎么就这么鬼迷心窍呢？自作孽不可活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孟源的儿子，琳琳的丈夫啊，我心里烦着呢。好了，北斗，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，好吗？好。马上回来了。我知道，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，我没接他的茬。哎，我问你。 这个女婿你想不想要？不是我想不想要，是粉寇愿意不愿意？是你没有跟他说穿吧？怎么会呢？马少回当年出国留学的时候，我就跟粉寇说，你想不想去陪读啊？他说什么？哦，让我当陪读夫人，天天给他洗衣服做饭，我才不干呢！瞧，那是他舍不得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，说明他有孝心嘛。可马少回回国已经几个月了，我旁敲侧击的经常跟他提这事儿。 可他呢，故左右而言他，就是不直接面对。我急也没有用。要不要我出面安排一次相亲？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你出面啊，比我合适。你少给我抬轿子。哎，妈回来了，女儿，冰箱里给你留的饭，你吃了吗？吃了。拿。 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什么？天大了，妈！你给买下来了？啊，看你喜欢，赶紧穿上试试，让妈看看。谢了，妈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下午啊去见你大川阿姨了，她说让你明天下午3点到她公司，她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她神秘兮兮的，没跟我说。 案子材料我都看了，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，但是我提醒你，国际海事官司非常繁琐，周期也很长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好，到时候联系。
本寇，马少奎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川来找我有事儿啊？是吗？正好他也找我，一块儿上去吧。我妈说你去日本了。嗯，前几天刚回来，听王老师说你找到工作了。还没上班呢。王秘书，宋总在吗？哦，董事长到其他办公室去了，不过他关照过，让你们在里面等一下，请进。你怎么没有继续读博臭呢？在校园里关久了，想出来见见世面呗。请用，谢谢。请。怎么，让你这个杨博士见笑了？是你在取笑我吧？幸好我没有把自己读成书呆子。那哪成啊？您这一表人才的，读成书呆子多可惜呀！听我妈说，大川阿姨很器重你。也就是学的东西都派上用场。这一点啊，我要谢谢王老师的推荐。感谢的话，你还是自己跟我妈说去吧。大川阿姨怎么还不来啊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出去逛一圈，你们先谈正事。哎，怎么刚来就想走啊？宋总，大川阿姨这儿就这么不吸引人？没有。宋总，你们聊，我先回办公室。坐着，今天这事少了你怎么行啊？坐，你也坐。看你们聊得起劲，我更加确认我是在做件好事了。一个是我朋友的千金，一个是他的学生，一个我从小看着长大，一个是我的法律顾问。一个金童，一个玉女，这么天生的一对儿，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呢？大川阿姨，你是在给我们两个相亲吗？对呀，亲上加亲是不是绝配啊？还省了我许多口舌替你们互相介绍。再没有比我这个媒婆当得更轻松的了，怪不得呢。我妈从昨晚开始就神神叨叨的，你别怪她，这全是我的主意。我喜欢这种比较正式的方式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了都比较老派。之所以对你们搞突然袭击，是因为你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，怕你们不好意思，捅不破这个窗户纸。据我了解，你们都是单身，年龄匹配。学历相当，性格相近，志同道合。我连生辰八字都找人替你们算好了，一点也不犯冲。怎么样，粉扣？你好，小姐，麻烦我找一下宋董。请问你是哪位？我是电视台的，我叫葛芝兰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董事长，有人找。谁呀？你好，来，哥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这里的大老板宋大川董事长。宋董您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葛芝兰，是本科的大学同学。好面熟啊，在哪见过你？人家是临江电视台著名的编导兼节目主持人，法律节目的当家花旦鸽子小姐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看过你们的栏目，叫我为你辩护。我为你辩护，很好的名字。坐坐坐。谢谢。嗯，这位我就不用替你介绍了吧。原来你们也认识？岂止是认识啊，人家才是真正的一对。大川阿姨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粉扣，粉扣，马少回从来就没跟我说过他跟鸽子谈恋爱啊？那是他聪明，保密工作做得好。不对，你大川阿姨以前也旁敲侧击地问过他，他还表示说没有合适的对象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说，男人都这样。想在尘埃落定之前再多点选择呗，我最烦这种男人了，脚踩两只船。马少奎可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毕竟是我的研究生，我对他的人品啊还是有所了解的啊。得了吧，老妈，你就别再标榜你识人的眼光了，你这人啊最大的弱点就是把别人想得太善良。本来啊我还觉得挺了解马少奎的，还觉得他不错，要不是鸽子告诉我他们一直在交往，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你喜欢马少奎，他也应该知道啊。
拜托，人家和鸽子是两情相悦，我夹在当中算怎么回事啊？我又不是花痴。再说了，鸽子是我朋友，俗话说得好，朋友夫不可欺。你是这么想的，可是我不那么认为。我一直都在等你。可是，我知道你对粉扣的感情。上纲上线吧。说到悲剧的真正起因，请问你妹妹是不是第三者？她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别人的家庭，这种是事实吧？至于是不是我在造舆论，建议你先去网上看看评论，再来发表意见。法律援助中心由政法大学教授王北斗大律师值班，现在呢开始咨询了，请问一下，哪位叫于景红？
请稍后。进来，王老师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请坐。我是王北斗，你是于景红。小鱼，跟我说说怎么能够帮到你。我妹妹被人杀害了，我要请律师打官司，是法院的人介绍我到这儿来找你们的。可你看看，现在媒体上都是怎么说的？还没有开庭，舆论就一边倒。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指挥这一切，他们怎么可能口径这么一致？董事长，好消息啊！雅琴刚给我来电话，说他们检察院已经定他为这个案子的主诉检察官。太好了，那我们这个案子就万无一失了。你没跟他落什么底吧？我哪能啊，我没那么傻。他要知道什么底细，那反而会坏事的。万一傅小媛在庭上说漏了怎么办？检察院决定起诉傅小媛，那就说明公安局的侦查结论完全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的现场认定的。只要在庭上没有其他原告或者证人横插一杠子，把场面搞乱的话，我想傅小媛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愿如此吧。我接个电话。那董事长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平君。啊，又有新作要问世了，恭喜恭喜啊！雅青和北斗也来吗？好啊好啊，我们也有些日子没有聚聚了，我一定来。刚才的事情实在是一个误会，以至于我都不敢向您提出一个我非常想提的问题了。我可以提吗？您是一个人生活吗？哦，不是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两个人。哦，跟妈妈吧。儿子，儿子，我猜着了，是儿子，对吧？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能一猜就中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你完全不像生过女儿的女人，你太像生过儿子的女人了。生过儿子的女人身材都能恢复得很好。有照片吗？哎呀，今天就缺梦圆了，他也真够倒霉的哈，碰上这样的事儿。要说看戏能看出门道来呀，也只有他。平君啊，你这话可是把我们捎带着全骂了啊！怎么着？除了梦圆啊，我们都是来看热闹的。好了好了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你们三个人也不能白看啊。不管是说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，哎，总得说几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说啊，我觉得这戏啊，真的还是挺好看的。对，不错不错，真的挺精彩的，有些地方我还挺感动。嘘，你还好意思说呢你？两个多小时的戏，你断断续续的，你至少睡了一个多小时，我的肩膀现在还酸。没错，没有，我只睡了十分钟。什么？说的还不到十分钟？有啥？你呀，都打，我绝对只打了一会儿的盹。宋大董事长日理万机，让您屈尊来看这么无聊的话剧，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对不对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川。哎，不，戏还是很好的，主要是我太累了。对呀，平君，说实话，你这戏啊，真的是蛮好的。对，只是我们这些人水平有限，他欣赏不了。没看懂。俗话说什么？隔行如隔山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就别安慰我了。反正现在的这个话剧市场也就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对呀，一行有一行的难处。行了，我们说点别的吧。雅琴，嗯，你可是有好消息要通报的哦。嗨，我那点事儿不值得一提。每次一有这副表情啊，就说明有特大喜事儿。行了，别卖关子了，说吧，说吧，说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是不说的好，说出来显得我太浅薄了。哎呦，好了，你不说，我替你说，省得你憋出病来。诸位，贺雅琴同志，马上就要提副检察长了。真的？哟，升官了？真的。我听高层的朋友说的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再过半年我们见到雅琴就得叫她贺检察长了。哎，别把话说满了啊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有能有什么不测风云啊？你就准备请客吧，雅琴。那可说不准，万一要是有个什么案子办砸了呢啊，那不就全泡汤了。雅琴，你都二十几年的老检察官了，什么案子办砸过呀？哎，听说傅小媛的案子
有可能是你接手，你可得多费心了。大川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问题很敏感啊，我是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的。行了，放心吧，雅琴，我们都是老姐妹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尽管傅小元是孟元的儿子，我的妹夫，你也不要在乎我们的眼泪，好好的保住你的乌纱帽吧。来来，我们以茶代酒，祝你多年媳妇儿熬成婆。孟元的这杯我给他带了。来来来来，为我们这些老姐妹互相之间的理解干杯啊！祝好，干杯。大川，刚才人多我没说，其实不仅贺雅琴，连我也卷到这个案子里来了。哦，今天死者的姐姐于锦红来到我们法律援助中心，希望我做她的代理人。这个于锦红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傅小元的案子这么复杂，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。以往媒体对这类案子是不太报道的，可是这次呢，媒体却是强势介入。你说这背后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对吗？否则你不会接这个案子。大川，我这是在跟你探讨，你别不高兴吧。王北斗，你要赚这一笔律师费，你就去赚吧。在你们律师眼睛里面，哪有什么对错是非？管他代理的是杀人犯、强奸犯、盗窃犯，只要付你们律师费，你们就想方设法的替他开脱辩护。宋大川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我们法律援助中心接这类案子是分文不取的，你别这么失态好不好？对，我失态，你给我下去，停车！下去！北斗他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用意啊？他这不是帮着死者家属打狠炮吗？我担心庭审不要因此而失控。董事长，我倒觉得王北斗的介入不一定就是坏事。于锦红这样没完没了的，就是王北斗他不接这个案子，别人也会接，这倒反而不好控制。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说服力的。王北斗至少不会对我们使计谋、设陷阱。王北斗非常信任你，所以董事长，你一定要让他相信，这就是一桩感情纠葛案。可是这么一来，我们给傅小元请的辩护律师就要有针对性了，谁合适呢？今天是王律师到我们彭城律师事务所上班的第一天，来，我们庆祝一下。彭城兄，这些俗礼就免了吧。哎，不能免，不能免。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凡事呢讲究程序。说到底，法律走的就是程序，律师追求的是程序正义。没有了程序，还有我们这些人干什么？好吧，好吧，那随你。干杯。子科，哎，鸽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你第一天上班，我当然得来看你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的刘主任。这位呢是我的好朋友，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鸽子小姐。你好。你好，刘主任。久仰。祝你上班快乐。谢谢。刘主任，午休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可以带本科出去吃顿饭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，你们随意。谢谢。本科，刘主任同意了，咱们走吧。你知道代沟是什么？代沟啊，就是我问我老妈菊花台怎么样，我老妈回答我没喝过。哎，你知道无语是什么吗？就是法官问罪犯，你为什么印假钞啊？罪犯说，因为我不会印真钞。太有无语了。还有绝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到食堂打了两个菜，那你吃了，你怎么不问问我有什么好事儿？
你不是要卖关子吗？我得给你机会啊。讨厌，你也不知道配合一下。好吧，请问我们美丽的葛大小姐，你有什么好事要告诉我啊？这个什么呀？喂，我又不是拉拉，跟我求婚啊？扯皮了你！马上可以给我的，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装什么傻呀？没装傻，他就给了我戒指，什么都没说。你怎么不问他？没敢问，怕把他给问回去了。还是听其自然吧。我妹妹跟傅小媛交往的细节，她都断断续续告诉过我。我整理了一下，不知道你是否用得上。我看看。大川，你怎么来了？正谈事呢，那我待会儿再来。啊不，马上就完了，你等我一下啊。王律师，既然你有朋友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我看完给你打电话。好。殷小姐，啊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刚刚进去那个人是叫宋大川吗？啊，是呀，你肯定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的。他是英姿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我们王律师的好朋友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脸还拉得这么长，我不是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吗？不用。被人从车上扔下来，放在大街上，这种滋味不是什么人都能尝到的。北斗，那天晚上是我不对，孟媛已经批评我了，她说我不应该干涉你接案子的自由。那天晚上你根本就不听我解释，我接这个案子也是迫不得已。于锦红啊，找到了法院。法院指定我们援助中心接手，其他同事都忙着，所以就只有也不用再解释了。我当然相信你是绝对不会故意跟我作对的。跟我去看一个人好吗？谁呀？昨天特别逗，我吃了一个苹果，那苹果看起来又大又圆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可是我吃到一半，发现里面有一条虫子，我就把它吐出来。我吐出来一看，里面的虫子被我咬死了。这事都怪我，当初非要撮合傅小媛跟琳琳结婚，没想到。嗨，你们家的事儿呢，你也不愿意多说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多问。我就记得琳琳跟你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哈，你小时候老说她聪明伶俐，怎么会？我妈文革初期就被害死了。文革结束，我爸官复原职没有多久，就把女秘书给娶回来了。在琳琳五岁的时候，我爸到外地去视察工作，那个女人非要带着琳琳跟我爸一起去游山玩水，结果半路上出了车祸。三个大人，司机，我爸，还有那个女人，全都死了，只有琳琳侥幸活了下来。可能是受的惊吓太大吧，从此以后，她就很少说话。那时候就精神不正常了吗？当时都不懂，以为她慢慢就会好的。那个时候我刚从乡下回城，也没有能力抚养他，就被他外婆接到外地去了。后来我有一次出差路过，就去看他，结果发现他被折磨成了精神病，一个小丫头沿街乞讨。
我当时心就碎了。我把玲玲接回家，发誓不让她受到欺负。所以你就撮合玲玲跟傅小媛结婚，希望给她找一个安全的归属。你这么做我们都理解，可我们不理解的是孟媛，她为什么呢？她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呢？这还是孟媛提出来的呢。那个时候玲玲已经好了，孟媛就是死心眼儿，对我愚忠到底。可是到今天，这门亲事把大家都害了，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。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玲玲今后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送精神病院治疗呗。我那天给你发火也是有原因的，你想想，傅小媛刚杀了人被抓，玲玲又病情发作，一场塌天大火说来就来，你还在这个时候火上浇油。大川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文科，但是我们一毕业就得赶紧把它补上。那刘主任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提供给我，好让我尽快入门啊？那是当然，这是我应该的嘛。哎，王律师，有人找你。马少奎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刘，你行啊，把咱们的小师妹挖到你这儿来了，你这儿生意必定大火。行了吧，哪有你强啊？耶鲁大学法学博士。一回国就有大公司的高薪聘酬等着你。怎么，你们两个是同学？哟，何止同学呀，上下床。他的臭脚我闻了四年。哎，谁脚臭自己心里明白啊。哎哎，打住啊。行行，说正事。我来是想借用一下粉扣，行吗？行啊，那你自己说吧。至于咨询费怎么收，就要问王律师。其实那天的事情一开始我也不知道，后来宋总告诉我是他跟王老师安排的。那是他们那代人的恋爱方式，他们也是好心，怕我嫁不出去放在家里误搜了。我觉得那么做挺有人情味的，我喜欢。我不喜欢。啊，马少奎，他们瞎操心，你不应该跟着瞎起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相亲相亲是给没有亲的人来相的，有了亲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我知道鸽子的事情让你误会了，我今天就是上班的第三天，我不想让老板留下一个自由散漫上班聊私事的印象。黄成是我哥们儿，他不会在意的。他不在意我在意。再见，走了。哎。